昨天下午呢，来自微博认证为航空管制员的一条微博，也让很多人动容。这名网友呢，用职业的口吻对话：“MH370，马航370管制雷达，希望能够看到你。如果听到，请保持现有高度，直飞目的地。我们为你申请直飞，大家都很乐意让你们第一个落地。航路天气目前晴朗，目的地北京气温5度，有些冷，下机的时候穿厚点，记得抱一抱接你们的亲友，他们很爱你。”